走着走着发现了这个一个瀑布，但是现在没有水，看这个生命多顽强，多坚强。慢一点，这个小水流别有洞天。哎，这好有很多那个那东西，绢白吧？这是绢白呗，这个不是绢白，这是好像是那个，就是那个还魂草。绢白它好像是，中间一个芯儿，这山上好像也有。发现了一种果子，这个好像是叫花蜜桃白吧？它这味儿可好。可以。它如果像那个的，再稍微的鲜艳一点。这是不是枫树哎？这咋会有枫哎？你看。你看这个，它这个是一层，特别特别的红。发现了一个大部队，看一下有多长。天要下雨了，小蚂蚁要搬家了。它很有规律。他不乱跑，他都顺着这一条线的，大概在这个范围之内。你看见那个疙瘩了吧？他还想打的，你看。咦，他俩也想打架的。他那脸上应该是个小肉瘤。发现了一大群羊。